论天涯海角，我哋都要缉拿呢一班绑匪归案。各位姊妹，我是庆中年中女社社长四奶奶。相信咁多位姊妹都听闻过一个坏消息，吴彦祖已经结咗婚啦。不过我要话俾大家听，有人话要将我哋娱乐圈恨嫁中女嘅名单爆出嚟，与其俾人爆，不如自己爆。呢一度又系嗰张名单，娱乐圈恨嫁中女分别有我、四奶奶、邓穗，同埋郑秀、Sammy、Maggie、Gigi、Tony、Danny、妈咪，唔制啊！他们成日说我们的中女有三高，人工高、学历高、眼角高，但我们的中女其实只有三个不，我们不自怨自艾，我们不拣饮择食，亦都不饥不择食，凭着我这个信念是没有问题的。况且娱乐圈还有很多靓仔的笋盘，包括吴尊、林峰、金城武、阮兆祥、李思捷和王祖蓝。我剛才撞到王祖藍，他叫我在這裡跟大家澄清，他真人是高過相鏡的。有這麼多筍盤，大家不需要再害怕，眾女站起來，姊姊妹妹，我們拍手掌了。太多的緋聞屈到慣，要屈我姑婆死撐，冇拍拖就孤单，你点知我惨？要屈我冧柴狗太懒，再抢老公仍死撑。老作太多古仔屈我，我都听到惯。留了迟迟都勉强，其实每个中女也漂亮。中女好嘢，我变世男人样。四张又点会减钱？我啲剧一播我就最 hit， 多作要知分点养健，中女会变豪杰。四张又点？四奶奶你好，点啊？最近忙啲乜嘢啊？巾帼枭雄二有冇 keep fit 啊？巾帼枭雄二，你个感情生活点啊？大家记得睇巾帼枭雄二，虽然未播。你而家想博宣传啫，都唔使好似四奶奶想晒身咁噶嘛。巾帼枭雄二二二，咁做得投入嘅咧，唔止系黄祖蓝嘅，仲有以下呢位永德啊。你而家觉得系咪好出奇？你媽咪點解會入精神病院啊？仲有你哋兩個啊，兩個都有責任啊！媽咪，媽咪，媽咪，你媽咪去咗鬥地主。夠啦！我啱啱收到麻雀腳嘅電話，佢哋話見到媽咪喺聯誼會帶咗台灣牌啊！爹哋，媽咪佢依家係咪？係，你媽咪的而且確。去咗打台灣牌，你講正話，我哋幾日前先同佢打個廣東牌嚟咋？你哋兩個係咪好出奇？點解媽咪去咗打台灣牌而唔去打廣東牌？就係因為你哋兩個鋪鋪夾埋追死媽咪，等佢輸曬所有嘅私己錢。記唔記得有一次，你媽咪好難得做到一鋪清一色萬子？佢叫緊一四萬，而你呢個衰女做人上家，竟然唔肯鬆張，爹哋睇唔過眼，我打一萬，諗住佢早啲食糊，即刻去煮飯。點知道你呢個衰女明明係做緊童子，但就偏偏扣起嗰只一萬，單調接媽咪糊。你話係咪谷氣？你話媽咪係咪應該？去打台灣牌，我哋去揾媽咪。唔使啦，你媽咪
以后唔会再打广东牌，你又唔会再翻嚟煮饭，你开心啦，我肚饿，今晚嗌披萨食。仲有，我要厚皮，唱歌先。四圈压债极其伤，今晚被猪太张扬，呢次睇怕反眼泪流，命系靠抢。两点嗌酒极惆怅，三缺一气定怎舒畅，人在着房无奈无路向。阿女听朝赶去蓝田，阿妈今晚敷下块面，激到呕血我不做爹哋，为求出冲报仇，我混脚不知丑，尘红破裂好旧，郑家永不回流，成盘亲戚都走，我争狗一只预埋蛇丝网，后悔做雀友。开台了，永德，哎呀，我好惊啊！你监到出汁，咁你系咪惊到出汁啊？喂，你唔惊啲观众唔中意你嘅咩？唔惊，我啱啱打完麻雀，赢咗80,000蚊。哎呀，又是噴口水啊！你慳翻啲口水啦！我勸你咧，都係看破啦！你而家睇緊 TVB USA 官方頻道，唔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